尊敬的诸位长辈、诸位贵宾、诸位朋友，大家早上好。我们刚刚谈到夫妻和谐，夫妻当孩子的好榜样，好，那下一代就学到如何跟人和谐相处。而我们都很希望呢，家能够和。我们看呢，这个和字啊，常常跟谦虚和谦，跟恭敬和敬，跟爱字和爱放在一起，和善。所以这个和从哪里来呢？从爱人，从恭敬人，从对人谦虚，从对人呢、起善心善行啊，能够感得啊这个和字。我们古代的建筑啊，它的门口啊，我们曾经到西递宏村啊，在安徽一些古的一些社区、一些部落啊，都还有这些古建筑啊。古建筑的门口呢，都刻一个扇子，代表提醒所有的人呢、出门要行善。建筑物的后面呢、还有棵叶子，这棵叶子啊是落叶归根，时时啊人能懂得不忘本，所以时时行善，时时不忘本，那这个人与人相处啊，他就和谐。这个不忘父母的恩德，不忘祖先的恩德，也要不忘啊对方的。夫妻彼此的恩德，有一位先生呢，他就觉得呢，他的太太有时候比较凶，他就很难过。刚好他了解到呢，有一个人修养很好，德行很好，他就想去向他学习，如何能够驯服他的太太。他想去请教这一个人，结果呢，他就到了这一个人的家门口啊，突然发现一件事啊，就是他要请教的这个先知啊的太太呢，比他太太还凶。哦，他这个先知呢，被他太太骂得比他还惨。哇，他的心里就凉一半了。我本来要来请教他，没想到他比我还惨。就过了一会啊，这个太太没骂了，他就进去啊，对这个先知讲：“哎呀，我本来要请教你啊，没想到你比我还惨啊。”哎，这个先知啊，笑着对他说的：“说有时候呢，我太太对我发脾气啊，我也很想把他骂回去。”可是我突然想到啊，我的太太居然把一生托付给我，她对我是何等的信任。然后自从嫁过来之后呢，她又照顾我的父母，又一把屎一把尿，把这些孩子拉拔长大。这期间呢，不知道操了多少心，包含连这个小姑小叔这些事啊，我的兄弟姐妹他都照顾到啊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太太，我才能无后顾之忧啊，不用操心父母，操心家庭啊，能够啊尽心尽力发展我的事业啊，所以这个背后最大的功臣呢，就是我的太太。我只要想到他这几年付出了这么多啊，我气啊就上不来。所以这个是时时怀着感恩的心啊，那个冲突啊就不会产生。感恩之外呢，还要互相恭敬，
对方。而这一份恭敬呢，也要在生活的这些细节当中呢去落实。啊，敬人者，人恒敬之；爱人者，人恒爱之。啊，我们曾经呢，有一位孩子呢，他刚好跟他母亲呢，坐在电视前面呢，看一部古装戏。啊，结果刚好演到呢，他的丈夫啊在朝为官，就回到家里，一进家门，这个太太在一旁伺候，赶紧啊帮他换上轻松的衣服，倒了一杯热茶，端到先生面前，很温柔的呢陪他坐下来，老爷啊辛苦了，赶紧喝口水。结果这个七岁的孩子看到这里的时候啊，突然对着他妈妈讲说，妈，他们不是夫妻。他妈就很惊讶，现在就是演夫妻啊，他们是夫妻啊。这个孩子说不像。好，诸位朋友，什么状况才像夫妻啊？他这么温柔伺候他先生，不像夫妻呢？什么样子像夫妻呢？在小孩子的心目当中啊，可能是小草天天有，大草三六九才是夫妻呢。啊，为什么大草三六九呢？因为发一次比较大的脾气啊，暴怒伤肝，啊，身体啊受损。要调养两天呢，才能恢复的，啊，所以叫大吵要三六九，啊，而且哦，这个习惯了以后很麻烦哦，吵习惯了哦，突然有一天觉得，哎，全身不舒服，我今天还有哪一件事还没做，啊，还没吵架，哦，所以好的习惯要保持哦，不好的习惯要赶紧改掉啊。怎么才能够不吵？我们刚刚举了很多例子，能够以大局为重，能够常念对方的恩，啊，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啊，摩擦的时候，啊，首先呢，啊，先反省自己。因为呢，我们体会一下，一个巴掌，啊，拍不拍得响？拍不响，啊，要怎么拍才会响？两个手掌都动了才会响，所以人要吵架，一定是两个人都动火气了才会吵。一个动了，一个不动了，慢慢他就吵不起来了，是吧？哦，所以啊，假如能吵架哦，先不要说谁对谁错了，铁定都有错。所以成语说啊，半斤八两，一般见识。好，能吵得起来了，程度不会差太多。哎，所以有一对夫妻啊，相处很和乐，结果他们家对门呢，啊，是常吵架。所以从这一点呢，啊，告诉大家，风水是真的还假的？哎，住同一栋楼呢，只住对门呢，一对和谐，一对天天吵架。所以风水的根源在哪？在心啊，人心啊，善心啊，福地福人居啊，福人居福地，修养心地好哦，风水不好的地方住一年就变成风水宝地了，这真的哦。范仲淹先生修养很好，当时候人家在征地的时候，他把那个不好的地给他，好的他让人家，他后代这么兴旺，到现在900多年了，都还很兴旺。所以善人心能转风水，啊，假如人心不善哦，住在龙穴的，半年就变老鼠洞了，那风水全部被破坏掉了。而说实在的，人都希求和谐跟幸福。大家有没有遇过有一个人，他到公司去，
他很高兴说，哎呀，我好高兴啊，今天跟我先生吵架真痛快。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？没有吧？假如有，他可能要送医院去了。没有人喜欢跟人吵架的，都喜欢和谐的。而这一对常吵架的呢，看着人家这么和乐，他也很羡慕。有一天呢，这一位太太就去请教对方经验，就到他们家去了。结果进了家门呢，他就请教，哎，你们夫妻是怎么相处的？另外这个太太就跟他讲，我们家都是坏人，你们家都是好人。这个太太听懵了，我们家都是好人，每天吵架，你们家都是坏人，每天和和美美。他有点听不懂，皱着眉头，哎，你是不是在讽刺我啊？哎，对方看他的表情好像没听懂啊，就接着就跟他做个比喻。好，比方啊，在我们家刚好我给我先生倒杯茶，放在桌上，我先生走过去啊，不小心啊把这个茶给撞倒了。哎，我先生一看到呢，他马上就，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把你的好意啊给搞砸了。先生马上呢检讨自己啊，不小心了。啊，我看到这个情况呢，马上给先生讲，哎，对不起，先生，是我没把茶放好，害你给撞倒，是我不对。所以彼此都是先想到自己不对，啊，在那里抢，哎呀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来擦我来擦，两个人在那里抢抹布要擦桌子。大家有没有经验呢？夫妻为了抢抹布啊，要擦桌子抢到抹布扯破了，有没有？假如有哦，这一个家要兴旺了。夫妻任何情况啊，都是先反省自己。哦，老子讲一句话好啊，祸福相依。哎，福跟祸为什么是摆在一起的？今天看起来是福气，但是假如我们不珍惜，甚至于去挥霍，甚至于把家里人给我们的爱当作应该的，福就变成祸。但是看起来是祸呢，我们都反省自己检讨自己，反而这变成了彼此互相检讨，然后看到家里的问题，进而携手去克服问题，这个福就来了。所以祸跟福啊，其实在人的一念之间。今天这个太太把孩子一些情况行为可能有一点偏颇跟先生商量，商量的时候呢，这个太太说，哎呀，都是我没有教好。这个先生马上也跟着说了，你已经够辛苦了，是我没有多下一些功夫陪孩子。互相反省自己。所以老子中讲的，各自责天清地明啊，彼此反省自己啊，这个家很和谐。不止这个家和谐了，我们所处的团体都和谐。比方我们今天一个企业，领导者呢在办完一个活动之后，他首先上去了，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做得很好，我们很感谢这些部门的付出。而我呢，哪里做得不好，来反省自己啊，赞叹别人。哎，下一个同仁上来了，哎呀，老板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哪个部门已经付出很好了，是我这个部门做得不好。每个人都查自己的不足，哇，前事不忘了后事之师，所有的人一反省了，就把所有宝贵的经验积累下来，事情会越做越好。所以这个开会啊，就越开彼此越长智慧，因为懂得互相反省。但是假如开会的时候啊，第一个人上去了，第一个部门上去了，
哪哪哪做的不好，我做的最好。他指责别人了、啊，那第二个部门上去了，你也没好到哪里去，就互相指责了。那开会最后就越开越误会了，最后开成批斗大会，那就很麻烦。所以各自责天经地义。所以这一位太太、啊、讲到这个情况呢，接着又跟另外这个太太讲，同样这个杯子撞倒了，在你们家的情况、啊、就比较不一样了。可能你先生一撞倒、啊、被你看到了，你马上远远的就说了，你走路不长眼睛是吧，要喝自己去泡、哦、你先发飙了、哦、你先生听了不甘示弱，你这个女人倒杯茶都不会，你还能干什么？哇，互相指责就吵起来啊，最后会吵到哪里去啊？可能就因为生活这些芝麻蒜皮的事啊，最后吵到去离婚都有啊。哦，现在听说这三年之内离婚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啊，跑去要办离婚，结果那个办事人员看这么年轻又要离婚了，就问他们，你们两个是为什么要离婚呢？被这么一问啊，两个人互相看一看，哎，上个月是因为什么吵架的？因为什么小事吵架不知道，脾气一上来意气用事，我跟你没完，我跟你拼了。所以人要保持理智啊，掌握情绪啊，才能掌握未来啊。都是意气用事啊，没事都变有事，小事都变大事。而且这个意气用事的时候啊，把谁给忘了？把双方的父母啊都给忘了，把曾经彼此的山盟海誓啊给忘记了，也把下一代的幸福啊都抛到九霄云外了。所以人啊，提起这一份责任呢、啊，提起反省、啊，才能化解这一些冲突呢、啊。好，所以孩子随时啊都以父母啊为他人生的一个借鉴。哎，他觉得父母常吵架，所以吵架才叫夫妻。而这一位母亲啊，听到孩子说不像夫妻啊，他也蛮警觉的，就觉得啊，原来啊，我的一言一行啊，都在影响身边的孩子。有一个父亲呢、啊，他也学的《弟子规》，结果他一下班回来啊，刚好才坐下，公司又打电话来，他一把电话接起来，公司那边又说又需要他再回去一趟。那因为他已经有学《弟子规》，还是比较敏感。因为他要发脾气，所以先看一下儿子在不在。好，儿子不在了，他就骂：“你是干什么吃的？连这一点小事都要叫我回去。”好，结果呢，隔天呢，他回下班回家，他的岳母啊帮他照顾小孩，他才一进门呢，这个岳母走过来跟他讲。说你儿子今天跟我讲什么话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今天我煮饭给他吃啊，他吃了不高兴，对我说啊，那外婆你是干什么吃的？学不好很快，我一次就会了。他虽然看着客厅啊没有儿子，但是问题是，有一句成语叫隔墙有耳啊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啊！自己要不讲啊，就不会有这个后遗症，随时都在影响。好，所以这一位太太啊，她看到儿子看电视讲的这个话呢，她也蛮警觉。但虽然警觉，有时候还是呢不经意的会忽略。又有一天呢，她刚好接一通电话。刚接完了、啊、他一把电话放下来，他儿子在旁边就接话了，
说妈，刚刚一定是爸爸打来的。他听得很惊讶，奇怪，儿子为什么一听我讲话的声音呢，就知道是爸爸打来的？可能啊，他自己思考了。那个，假如是一般的客户朋友打来的，语气都非常亲切热情。哎呀，跟你聊天真愉快，好，改天一起喝咖啡，拜拜。这个是客户跟朋友。但是呢，跟先生讲的就不一样了。跟先生讲的就是，好了，你有完没完，不跟你讲了，啪，挂掉。所以对先生讲话不恭敬啊，孩子马上从听话当中就可以判断是爸爸。所以这也在影响孩子。结果当天呢，他先生又打来，他就特别警觉了。所以啊，一看到先生的行动电话号码，马上先调整一下心情，深呼吸三次，然后把他接起来。喂，请问你找哪一位？他先生听完说，对不起，我打错了，把电话给挂了。结果又过了30秒左右啊，电话又响了。当他接起电话呢，他先生判断确实是他，在电话那一头说了一句话，真的是你吗？好，这位朋友，我们听话哦，不只要听言语哦，还要听到什么？听到心声。真的是你吗？背后的心声是什么？哦，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啊，那个心声的意思就是，我的太平日子真的到了吗？哦，真的，我们所以有一个太太啊，她上了课以后呢，也反省自己啊，觉得自己对先生很多态度不是很好，她就上了2天课啊，就先发了一个短信啊，给她先生，啊，给她先生讲，我说我现在啊，在接受老祖宗的传统文化教育，所以从今以后啊，我会改邪归正，断恶修善，重新做人。给他先生发过去哦，结果很有意思啊。这个女士给我们讲到了，她说她发过去的时候啊，她就已经想到了她先生会发什么短信过来。你看夫妻其实哦，都是心有灵犀哦，会通。结果他先生真的发什么来呢？他先生发过来的短信是这么写的：太太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以后不打人不骂人了吗？哦，所以他看了之后就很惭愧哦，跟他想的一样，他先生确实是写这样。接着呢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以前呢都是我不对。”请你原谅，又发过去，结果他这一次发过去啊，他心里没底了，他不知道先生会发什么过来啊。结果过了没几秒钟啊，他先生发过来，他先生就说了：“太太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带你去买衣服。”哦，所以哦，幸福太平的日子哦，念头一转，可能就来了。好，所以刚刚我们一直提醒哎，不忘初心啊，走入婚姻是要给彼此幸福的，哪是要给彼此痛苦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啊提到这个夫妇的和谐啊，是整个家庭和谐的核心啊所在的。而我们老祖宗的教诲啊，特别注重啊，找到根本。我们今天希望家和谐，希望齐家，
在大学里面告诉我，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首先修养要好啊，才能够感动家里的人啊。啊，我们今天自己做得不好，要要求家里的人，人家心里不服啊。啊，人家觉得你自己都做不好，还能够要求我。所以孔子强调啊，正己而不求于人，先要求自己而不要求于别人啊，则无怨，人家才不会啊埋怨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共聚啊，大家一起交流两天啊，中华传统文化的课程啊，每一个道理啊，都要先要求自己哦，不能呢，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啊，心里想，哎呀，怎么没把我先生拉过来？他最需要听。哎呀，怎么没把我媳妇拉过来？他最需要听。不能两天下来哈，所有的人都需要听了，只有一个人不需要听，自己不需要听那就麻烦，那就学完以后全部的道理都是去要求别人，那这个也合家也合不了。我们学传统化学弟子规学到嘛，走到哪里啊，人家把我们当瘟神哦，瘟神大家知道吗？就是煞死的，就是这些病毒又来了，就是流行性感冒嘛，就好像就一看到他说哦，那个学传统话弟子规则又来，他又要说人家哪里不好哪里不好，所以学到最后假如心态不正确，我们走到哪里一坐下来人家就站起来，哦，对不起我要去上厕所就走了。所以我们诸位长辈朋友，大家交流完这两天的课啊，都是要求自己的哦，可不能回去啊，看到你先生桌子一拍，我告诉你哦，我可是去培训过两天传统文化，从此以后家里的事都要听我的，哇，那家里的人就很难接受了，甚至于啊，我们以后就不敢来雅加达。很多男人就说：“哦，我太太就是听了蔡某某讲的话，就变得越来越过分了。哦，这逼得我很难过。所以，假如是都回去要求家里人啊，那以后我们不敢来，因为怕遇到一个很壮的男人。然后他说：‘你是不是蔡女婿？’我一看他凶巴巴的，我说：‘不是，我是他弟弟。’”哦，结果他还把我们家调查得很清楚，他没有弟弟，只有两个姐姐。哦，我说我是他堂弟。应该啊，让我们所有家里的人对传统文化有信心，来自于我们的德行，来自于我们的改变。我们学了以后啊，从自己先改起，让家里的人如沐春风啊！哦，让家里的人竖起大拇指，学弟子规好啊，学传统文化好，自然家里的人学习就水到渠成了嘛。好，所以大学里面告诉我们呢，修身才能齐家。那修身要从哪里做起呢？要从改自己的坏习惯开始。就是大学里面讲的要格物，要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。我们一贪心了计较了，这个家怎么和，家怎么起？我们脾气特别大了，这个家就不能起了。我们很傲慢了，对方就很难过了，这个家就起不了。我们处处怀疑对方，这个家也不能起。所以先要把贪心、把傲慢、把坏习惯、把这些怀疑他人的心啊，要去掉，才能跟家里的人啊和睦相处。好，所以我们看《弟子规》当中说到，
财物轻，怨何深？言语忍，忿至明。告诉我们不要计较钱财啊，而且也告诉我们呢，不要乱发脾气啊，言语要温柔啊，这样才能够和。而我们今天呢，谈到这个钱财啊，事实上呢，大家想一想，钱财是不是贪心贪来？钱财是不是跟家里人争来的？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呢，请问大家有没有看过啊？哪一个家庭因为兄弟一直在那里争财产，最后越争越兴旺的？大家有没有看过？有没有？一个都没有了。可是很奇怪呢，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学着要争？所以很不理智啦，都受到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啊！一争呢，家里就失和了；一失和啊，钱财留不住了，人才也培养不出来。所以上一代争呢，下一代争得更厉害。我们留心看哦。现在报纸当中打开来，父子相争、兄弟相争呢，越来越多了。而曾国藩先生呢，他在他一生接触过这么多的老百姓，他说到呢，一个家族啊，能够绵延八代十代不衰，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他孝悌传家。他一定有孝道传下去，八代十代都不衰。所以真正要有福报啊，一定啊要靠孝悌传家，要靠勤俭传家，才会有福报。而且那个争了之后啊，争的钱财叫什么之财？不义之财。哦，不义之财啊，很不容易留得住哦。我们前几天呢，才听到一个例子，就是香港有一个富婆啊，首富啊，结果呢，她的先生呢被杀害了，留了一些财产，结果这个她已经很有钱了，她还跟她公公婆婆争财产。结果后来还真的让他争到了，争到以后没多久他得癌症，然后几个月他就死了。哇，我们看他这个贪心止不住了，我们听到这个例子啊，都觉得心里很痛。痛在哪里？痛在人的贪心贪利啊，让他的良心啊整个都被蒙蔽了，蒙蔽到先生去世他没有任何痛苦，蒙蔽到呢，为了钱他体恤不到他公公婆婆丧子之痛啊！所以老祖宗教我们要重义轻利啊，要重道义啊，不能重钱财啊。所以这个不义之财啊，不可取啊。而人能够啊，这个富贵一直绵延下去，这个财富真正的因呢、啊，在乐善好施。所谓福田呢、啊，靠心根。我们首先呢、啊，去贪呢、啊，放下这个贪呢、啊，要明理。我们有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人呢，他能够呢看事情啊有前后眼。第一个，他能了解到呢，我这一生事业为什么会好，
因为我祖上积德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他懂得他这个福报还是受到祖宗跟父母的庇荫。再来呢，他能看到未来，他会想到的是呢，今天我能赚到很多钱，不代表我的孩子以后也能赚很多钱，所以我要培养他勤俭的态度。不然哦，留越多的钱，孩子没有德行，反而害了孩子。我们现在看很多地区啊，有钱人的第二代啊，真的不把钱当钱看，花得非常凶。那他这个奢侈的习惯呢，是父母给他养成的，所以爱之啊，不用正确的道理，反而是害了孩子。所以真正爱护孩子是懂得养他的善心，懂得培养他勤俭的态度。他一节俭了，他以后的人生呢，他懂得怎么操持他的家庭。有一个孩子19岁，父母很有钱，结果常常都在外面玩了，没有回家。有一天他进门了，给他父母讲说，爸妈，今天晚上我想跟你们一起吃晚饭。这爸爸妈妈听了很高兴啊，儿子不知道多久没有回家吃晚饭了，今天这么好啊，想找我们两个老的谈谈话。父母很高兴啊，准备了晚餐，等孩子来一起吃。结果到了吃饭时间呢，这个孩子呢，带着一个女子啊进来了，19岁的孩子哦，带着他女朋友进来了，然后坐下来就对他爸讲，说爸，我女朋友怀孕了，我们要结婚。然后呢，拿出一张单子，我们要结婚了，爸，你去准备好这些东西，一台车子，一栋房子。还有哪一些我都写好了，你赶快准备好。这个父母本来是满怀欢喜要跟儿子吃饭的，结果拿到这一张清单了，你说他是办还是不办？孩子他奢侈习惯了，所以啊，这个勤俭太重要。勤劳的人他知道啊，付出不容易，习劳啊，他知道感恩，他懂得珍惜家里人的照顾，因为他自己也去服务了。而这个习劳呢，他的能力啊，也不断在提升当中，他也很有自信，他走到哪里啊，他都帮得上忙，因为在家里懂得不断付出的人，他处事的能力跟做事的能力啊，就在家庭当中不断提升起来。刚好呢，有几对朋友聚会啊，他们都带着彼此的另一半来聚会，五六对夫妻朋友聚会，结果他们的小孩就在二楼，小孩子自己玩，结果突然听到啊，楼上有一个杯子掉下来摔破了，锵很大声啊，这几对夫妻啊就赶紧往楼上走，看到呢有一对兄妹看到那个杯子打破了就很紧张，然后就一直在那里喊 Mary 啊 Mary 啊。 Mary 是谁呢？他们家的佣人。他遇到这个情况呢，只会叫佣人，他不知道怎么处理。结果那一天 Mary 又没有来，叫半天哦，也没用。但另外一对夫妻啊，虽然经济程度也不错，但是呢，从小让孩子自己做家务，他很有应对处理的能力，所以这个另外一对小孩哥哥赶紧啊走到阳台去了，找扫把，找这个
笨斗，然后妹妹呢就赶紧进厨房拿抹布来擦。我们看到两对小孩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反应截然不同，一个从小享福都是用人在做，一个是从小能懂得帮忙父母做家务，所以这个差异啊整个就很大。而且呢，假如他不懂得勤劳，不懂得去付出的话，他接受别人的给予啊，他都会觉得是理所当然。他求你十次啊，你九次都给他了，一次没给他，他就翻脸了，他就生气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勤俭呢，也是家庭教育当中很重要的一环。好，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财富啊，还是从乐善好施，大富由天布施来的，小富由勤勤俭来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有没有把握呢？孩子他以后的人生家庭可以经营得好，他假如勤俭了，我们就有底。而且人的福啊是靠心根的，那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形成知恩报恩的人生态度？报恩是福田，恩田悲田敬田，他念念呢能想着父母祖先的恩，这个人有福了。他念念能看到别人的痛苦需要，他有慈悲的心了，这个人也有福了。他能够恭敬师长，恭敬长者，以至于恭敬每一件事，他很负责任，还恭敬每个物品，很惜物，这个人也有福了。越勤俭的人呢，他的福气越大，而越奢侈的人呢，他本来可以活八十年，因为他把福都花完，可能他六十岁了就没命了。所以有一句话呢，老祖宗留下来的话叫入尽人亡，你把自己的福报都花完了，你命也就没了。所以我们冷静去看呢，越奢侈的地方啊，那个地方的灾难越大。这个在历史当中啊都有提到，有一个地方啊，它刚好啊第一年的时候遇到啊旱灾，而他们那个地方的位置啊特别高啊，他们那个地方刚好有水利工程，所以他们就不受灾，其他附近都受灾。但是呢，父母官申请下来就给他们免今年的赋税。第二年呢，发生水灾，他们那个地方地理位置又高，其他的地方又淹掉了，结果父母官又报来，他们又减税，所以他两年呢都没有受灾，而且又不用纳税，一下子这个地方啊就富有起来了。然后其他地方啊就很穷，就变卖东西啊都被他们这个地方买了，而且赚了好几倍。但是这个地方就开始奢侈，花钱很凶。那有一些读书人啊，他很明理啊，就说到了这一个地方啊要赶灾难。结果说没有多久啊，火灾、水灾、瘟疫啊，就在这个地方发生了。所以我们看呢，现在很多西方国家，它非常奢侈，甚至于花钱都花在花到呢后代好几代的钱上面了。其实这一些都是在我们华人世界里面是看不到的，都是为子孙着想啊。哪有连子孙的钱都拿来花的道理？
这个都是反常的现象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不贪，家里呀、能够和谐；不嗔，不发脾气，能够和谐；不傲慢，家里才能够和谐。而这个谦虚啊非常重要，因为呢，比方说我们兄弟姐妹在一起，哎，可能父母啊就会说到的哦，这个某某儿子啊事业有成啊，就称赞这个儿子。这个时候，假如我们是大哥，我们听到妈妈在称赞，能够马上说啊，弟弟啊也有什么优点，妹妹也有什么优点，这样整个气氛呢就非常和乐。啊，假如父母称赞我们呢，我们还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呢，兄弟姐妹都会觉得很受到我们的压迫。啊，这个我很有感受啊，因为我姐姐的成绩很好，我的成绩就比较差，我就感觉常常都有压力。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姐姐啊，从来没有用成绩来压我。所以我们在古代啊，兄弟姐妹啊，家族的人一聚会的时候啊，都是按照辈分做，那很有意义啊。因为按照年龄辈分做的时候，纵使我们今天很有成就啊，但是呢，我们在坐在那个位置的时候，都会想到哦，某某叔叔小时候照顾我。某某堂哥小时候帮过我，都是用谦卑感恩的心啊来对待自己的家人，而不是有钱之后呢，有地位之后呢，拿着这个成就去压迫到家里的人，这样就很不好了。所以这个谦卑恭敬啊也是很重要。好，我们修身呢，然后能够齐家，而这个齐家最核心的呢就是孝道。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叫百善孝为先，有了孝顺呢，这个整个家庭气氛呢就很不一样，很和谐。我记得有一次刚好我们要坐飞机的时候，旁边坐的一个老太太跟老先生，那个时候已经是春天了，但是他们衣服啊穿的很多，刚好这个老太太好像安全带的用的不是很习惯，我们赶紧啊帮她把安全带系好。系好之后，我们就问老太太：“老太太，你穿这么多衣服啊，不热吗？”这个老太太说：“不热，不热。”接着她就说了：“她就把最外面这一件衣服啊拉起来，她说这一件呢是我儿子买的。”讲完呢，他又把衣服翻起来，指第二件，他说：“第二件呢，是我女儿买的。”接着呢，他又翻起第三件，这第三件呢，是我媳妇买的。我们听到他谈的过程当中啊，都可以感觉到他的喜悦啊，他的这些晚辈都很孝顺，所以告诉大家，有一种衣服啊。是冬暖夏凉，穿再多不热。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衣服是什么牌子的？孝心牌的，冬暖夏凉啊！大家记得买这个牌子的衣服。结果，老人家呢，笑容洋溢啊，很高兴。接着我们到站的时候啊。老人很亲切，哎，要不要我们送你？我们说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们也有人来接。结果这个老太太讲，我的儿子啊，我的孙子呢，他们一定会来接我。所以老人呢比我们先走出去，我们看着他们的身影啊，他们一走出去了，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了，突然听到很响亮的小孩的声音啊，喊着奶奶、奶奶、爷爷、爷爷。我们心里想，应该就是他的孙子跟他的儿子媳妇啊来接他了，所以孝道传家，家庭啊和乐。
而为什么我们老子中讲呢？百善孝为先。好，因为啊，这个孝心一开啊，百善都接着开。好，我们可能面对啊现在的家庭，还有现在的社会状况，有些人会觉得担忧，这个世界啊会能够和谐，能够越来越好吗？诸位朋友，您相信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吗？哦，要有信心哦，信心是成就一切事情很重要的基础。我们相信啊，这个社会啊会越来越好。为什么呢？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只是他没有好的教育，狗不叫，性乃迁。有好的教育，一定教得好。我们曾经啊，到监狱系统，海南省监狱系统啊，去教导这些服刑人员。哎，这些服刑人员都已经是犯了错的人哦。结果教了一两个月之后，转变很大。他们都能教好，怎么一般的人会教不好呢？这一些干警都讲到啊，这些服刑人员刚学的时候啊，哎，还没学以前呢、啊，打电话回家都是要钱呢、啊，啊，你马上给我下次带多少钱来，就挂掉了。结果学了以后，良心发现，打电话回家，妈，你最近身体怎么样？爸，你身体好了。结果呢，那个老太太说，你不是我儿子，要把电话挂了。我儿子不可能讲这种话，要把电话挂了。结果都有干警监听了、啊、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嘛。赶紧这个干警啊就说了，老太太真的是你儿子啊。好，把儿子的孝心唤醒。还有一个老先生呢、啊、到监狱去看他儿子。结果他儿子啊，看到他父亲来了，跪下去给他父亲磕头忏悔啊。结果他父亲吓了一跳，就对那些干警讲：“你怎么把我儿子教成这样啊？”哦，哎，给他磕头，他还觉得不好啊。他说：“我儿子怎么变成这样？说这样不好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儿子已经很好了。”哦。我住的那个地方哦，很多儿子都打他父亲啊，我儿子不打我，他已经很好了。大家看哦，人不学这个传统文化，做人的标准怎么样？降得吓死人了，降得太低了。居然父母现在的标准是儿子不打我就好。那假如我们这一代是这个标准呢、啊？请问下一代变成什么？下一代就是啊，我儿子不杀我就好了。所以这一些做人的标准呢、啊，它是不能改变的，它是亘古不变的。我们常常讲啊，社会在变，问题是我们在变当中啊，有没有抓到不变的原理原则？比方说，我们从事事业，事业能成功，最重要的就是信义。这个是不变的原则，不讲信用呢，迟早事业会出问题。我们看我们现在桌上摆的这个矿泉水，就是得到社会大众的信用，他的事业才能做得这么好。这个不能变呐、啊，孝顺恭敬这个也不能变呐、啊。所以我们如何不随波逐流，一定要把这些做人呢搞清楚。怎么样把这些最正确的做人做事道理交给我们的下一代？哦，好。我记得啊，我小的时候，啊，一到吃饭时间呢、啊，都是我去叫爷爷奶奶吃饭，而且都很清楚了，爷爷可能在哪里下棋，
是在土地公庙啊，还是在元帅庙？都比较有默契的。而且啊，远远看到爷爷，好像阿公吃饭哦，爷爷吃饭了哈。当我叫爷爷的声音传过去的时候啊，很有意思，旁边的邻居听到了，都露出笑容。他们看到人家祖孙和乐啊，他也很高兴。所以天伦之乐啊，每个人都欢喜。所以爷爷牵着我啊，诸位朋友，对，抱歉了，我要回家吃饭，就带我回去了。而回到家呢，都是我们先请爷爷奶奶做，然后盛饭给爷爷奶奶吃。爷爷奶奶动筷子了，我们才动筷子。所以《弟子规》告诉我们，或饮食，或坐者，长者先，幼者后。什么是做人的道理？就在这些生活的细节当中。吃什么东西都先想到老人，都先想到父母。这是20多年前的情况哦。结果现在这个礼貌恭敬不传了，王麻烦，现在谁叫谁吃饭？现在是爷爷奶奶叫孙子吃饭了，所以现在都倒过来了。以前的孝子是孝顺父母叫孝子，现在的孝子是孝顺儿子女儿叫孝子。我们帮儿女做牛做马哦，他还真的把我们当牛马。反过来了，爷爷奶奶去请孙子回来吃饭，所以这些不能乱改啊，改了就完了。请回来了哦，他还不乖乖吃哦，还得爷爷奶奶一口一口喂他，然后他吃一口就跑50公尺。所以现在当爷爷奶奶不容易哦，还要先去培养马拉松赛跑的能力，好，先培养好体力才能照顾小孩啊。而我们印象当中呢，家里有长辈来了，长夫人急待叫啊，都赶快迎上去啊，叔叔你好，阿姨好，您先坐，我给你倒杯茶啊，你要找我妈，我赶紧去帮你叫，都是这样学的。结果现在的孩子呢，看到长辈叔叔阿姨进来了，他连站起来都没站起来，他只有头这样转一下，看着长辈笑一下，继续看他的电视，没礼貌了，没礼貌的孩子没福了，哪有福啊？诸位大老板，你们会用一个连叔叔阿姨来都不接待的人，你会用这样的员工吗？会不会用？不会用啊，他连恭敬都不知道，连应对进退都不懂啊。结果我跟很多家长讲到这个例子啊，他们居然说，哎呦，他还对你笑不错啦。哦，我们这一代降到好，能对你笑就不错了。那请问大家，在下一代变成，在下一代哦，就变成小孩子坐在那里动都不动，脸头都没转，要叔叔阿姨走过来，小朋友好，你要不要喝茶？我帮你倒。告诉大家，下一代假如变成这样哦，那就不像人了。人假如不像人哦，老天爷就要把人收回去了。所以《尚书》里面告诉我们：“做善将之百祥啊，做不善将之百殃啊。”人心都不跟伦理道德、不跟仁义礼智信相应了，灾难就跟着来。所以要化解这个灾难，我们往后几位老师啊，都会就这些道理跟大家再交流。好，所以我们为人长辈啊，要能成就孩子的德行人格啊，首先我们得要很清楚正确的做人做事在哪些方面，最重要的这个孝道了。
而我们刚刚讲的百善孝为先呢，这个孝是做人的根。悌忠信，做人的本。礼义廉耻，是做人的枝干。我们老祖宗啊，都很能够在天地万物当中体悟到做人的道理。仁爱和平啊，是人生的花朵，所以得从根开始。大家注意看，这个是八德啊，有两个说法，把它合起来，就是这十二个德目啊：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。请问大家，我们思考一下，只要这十二个德目都能够真正啊融入每一个人的心啊，都能这样去处事待人呢、啊？请问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？一个家庭里面有孝悌的，这个家就和了。企业团体当中讲信用、讲敬忠，这个团体就凝聚力就很强了。哎，在社会当中，每个人都讲礼义廉耻。我们现在看政治最严重的贪污问题呀、啊，或者团体里面也怕贪污啊，有廉耻他就不贪污了，有礼了，人互相恭敬就不冲突了，有道义了，人就不互相争夺了。然后又能够对不同的种族、不同宗教都能仁爱的心对待，仁爱和平，国家跟国家、团体跟团体就和了。所以人心只要跟这十二个德相应了，所有的问题慢慢都能迎刃而解了。它不复杂，老祖宗这个八德啊，放光明啊，只要我们肯去做，只要我们肯去教下一代，这个社会风气很快能够转变过来的。哦，好，但是我们看呢，其实这个孝开了，这些德行啊，百善就跟着就开了。所以教孝啊，太重要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个人有爱兄弟，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，孝在中。他有孝心的，一定懂得有爱。我曾经听一位老人家讲，他说他最欣慰的是什么事呢？就是啊，他本来想呢，要把他留的这一些财物啊，要分给他的孩子。结果分给大女儿的时候啊，这个大女儿说，给弟弟妹妹就好了。要分给二女儿的时候呢，这个二女儿说，给弟弟跟姐姐就好。分给小儿子的时候，那个小儿子说，给两个姐姐就好，我不需要。哦，所以父母啊，听到这样呢，是他最欣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老人家他可能百岁之后啊，他能理解到呢，兄弟一定会互相帮助，他就很放心了。所以能体恤父母的心的人，一定兄弟有爱，这是悌。忠，一个人对父母都不尽心尽力了，他怎么去对别人尽心尽力？所以这个忠从哪里来？《弟子规》当中说的“亲所好，力为具”。父母他希望子女学习好，希望子女有德行。子女就尽心尽力啊，去满父母的愿，这个敬忠从这里来的。信，《弟子规》当中又告诉我们，
父母命行勿懒，答应父母的事情赶紧去做，绝对不拖延，对父母所信呢，进而对一切的人所信。我们现在有一个颠倒现象哦，对客户很守信哦，对父母不守信哦。父母交代的是一忘再忘哦，客户交代的是从来没有忘哦。所以告诉大家，那个守信啊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那个守信哦，是对钱守信哦，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守信哦。好，我们看。礼义廉耻，对父母礼貌，父母呼应勿缓。你看这些德行啊，都很自然的从孝道当中流露出来。对父母讲道义，我们看古代的人呢，父母都已经离开了，常常念父母的恩，常常想着呢还流眼泪，甚至有好吃的呢，都是啊很遗憾。没有能让父母吃上这种义啊，连父母离开了都还这种情义都还在啊。弟子规说，物虽小勿私藏，苟私藏亲心伤啊。从小啊不会乱贪一些东西，不然父母会伤心，这个是廉。羞耻，德有伤贻亲兄，他有孝心的，他不敢以言行啊羞辱他的父母，所以他有羞耻心。我们最怕呢，就是人家批评我们了，真没家教，那就变成我们的行为侮辱了父母啊。所以一个人的羞耻心啊，也是从孝心当中啊延伸出来的哦，包含一个人跟人啊仁爱和平相处。他首先能爱父母啊，他才能爱别人。我们看这个人想到自己啊，就想到他人啊，这仁爱。《弟子规》里面讲到的，冬则温，夏则敬哦，他对父母是体恤备至哦，进而这一个心境内化了，他对一切人也体恤备至啊，而且和气。弟子规当中告诉我们，亲有过，见识跟父母有不对的地方啊，非常恭敬的劝诫啊，怡无色，柔无声啊。我们从这里都看到，这些和平、这些态度啊，都是从孝当中啊，很自然的提起来的。好，所以找到根本啊。要把家道呢，要把社会能够啊转变过来就不难了。而且啊，这个是顺着人性的教育，父子有亲啊是天性，所以这个是事亲啊，人在一个家庭很自然的环境当中懂得孝敬父母，哎，他。面对家族里的长辈啊，他总是敬长。踏入社会了，这个呢，他懂得事君，侍奉领导者，礼义廉耻跟人相处。最后呢，他对待一切的人，《弟子规》讲的，凡事人皆须爱。他懂得爱众。我们这一代人啊，花了很多时间教孩子，为什么没有教出很好的效果？这个根没有找到。包含我们教育，在学校教育孩子呢，都把目标定得很高，仁爱和平，却没有从根呢教他，所以效果都没有出来。学历都很高，但是不懂得做人。所以我们看整个世界啊，都很强调呢民主政治，政治啊它是其次，人有没有懂得做人呢、啊、是根本，要把人教好才行。所以我们看民族主义啊，要把民族团结起来，首先他要先爱他自己的民族，孝悌忠信的精神
才能团结民主，要有礼义廉耻啊，他才能落实民权的精神。有仁爱和平的存心，他能重视社会福利啊，这个民生主义。我们注意看这个礼义廉耻，是民主政治很重要的修养。今天假如他没有这个礼义廉耻的态度啊，他到国会去啊，会跟人打架，无礼啊。然后呢，他选上之后都是谋自己的私利，他无义啊。然后他不知廉耻，他又贪污，所以民主政治啊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把人的道德要树立起来，才能好。我们全部都花时间在制度当中，那个制度其次啊，人的修养才重点。所以整个八德啊，其实就是建立在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都不离开啊这五伦八德的道理。而且这些道理啊，每一个人都能够做。我们看在中国大陆，胡晓玲董事长，他修身了，他齐家了，他的企业成为整个中国的榜样，影响千千万万的人，是不是在利益国家？而且这个经验呢，又传到了世界各地有缘的地方，是不是在平天下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把家庭经营好，把企业经营好，都能成为社会的榜样啊，这一生很有意义啊，都在利益民主，利益社会。每一个人啊，都能经营这样的人生。好，所以整个我们回到了这个孝心啊，人心的根本问题啊，其实问题就不是很复杂。我们看，有了孝心，就有仁爱的心。有了仁爱的心呢，人彼此互助、互爱，慢慢的迈向和谐大同。啊，现在的社会为什么冲突多？因为自私、自利了，变得就是竞争。啊，竞争提升了，变斗争；斗争再提升了，变战争。那战争再提升，变什么？那这个就很难想象了。而且啊，老祖宗还有一句话叫哀莫大于心死，有没有比死更痛苦的事情？有，就是假如一个家庭当中孩子都不孝顺了，父母过的日子啊很苦。所以现在呢，这个竞争跟斗争呢，不只是团体团体之间呢，国与国了，现在谁跟谁竞争斗争呢？假如不教育啊，连孩子都跟父母告上法院了。所以我们看呢，其实整个社会问题啊，它也在这个一念之间。我们懂得教育下一代孝的仁爱的，就是往这个方向走，而不是往这个方向走。这样的社会，其实我们小的时候都还感觉得到啊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哪一户人家结婚了，整条巷子的人都去帮忙啊，互助互爱啊。大家记不记得这种景象？哦，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还当过花童呢。大家看得出来，我小时候还挺可爱的吧？哪一户人家做什么好吃的，通通拿出来啊，送给其他的人家，出门都不用锁门的，敦亲睦邻啊，
互相照顾了。结果现在不教育了，连住在大楼里面，连对面的人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传统的德行再找回来，其实离我们还不算很远。好，而很多家长也很关注孩子的学习问题。其实啊，孩子只要有孝心啊，他就有学习的动力，而且他这个动力是一辈子的。我父母那一代呢，他们感觉到父母很辛苦了，所以不让父母操心嘛，读书都是自己主动努力的。而且不止啊，读书不用父母操心，连组织家庭了也不让父母操心啊，多教育好下一代，夫妻和谐。再来呢，事业也不让父母操心。所以这个孝呢，是根本解决的孩子一生啊的责任心，一个努力的动力。现在的孩子没有责任感，就是他的孝心跟责任心还没有开启。孝心一开启了，他的学习就非常主动了。而我们现在的用的方法都只看眼前，没有看到这个根本的动力。说好啊，那就反正他这一次考试考好就好了。其实今天他这一次考试考好了，是因为我们给他钱了。那请问下一次他考不考好？哦，可能下一次哦，你给的钱太少，他不考了。他挂一个白布条写着抗议哦，是吧？今天我们把他真正送入的大学了，问题解决了吗？得从他的善心啊、责任心去看，把他送入大学的好，我反正我读大学是读给你看的。结果进了大学，他又没有责任感。现在听说大学叫 university 啊，大学生说有你玩四年。请问大家，你的孩子去念大学，你有把握他不堕落的，请举手。那我们把孩子送去大学就解决问题了。再来，真正他大学毕业拿了一个大学证书的问题解决了没有？我们得看远哦。他大学毕业了，哇，他不找工作，在家里打电动玩具打一整天，然后父母在那里操心，还得出去帮他找工作。然后找好了，千拜托万拜托，儿子啊，你去工作一下吧。啊，那个儿子说：“好吧，给你面子。”结果去了一个礼拜回来了，爸，我把老板 fire 掉了。你拿他没办法，他没责任感。好，工作你要操心，再来，他假如结婚了，你更操心，生了三个孩子全送给你。他不养，所以啊，我们这个算盘要会打，要看得深远，不然老年啊，真的会越来越多事情啊，越来越苦了。所以这个孝啊，真正能让家庭和谐，让社会和乐，让整个民族啊兴旺起来，都靠这个孝道。而这个孝道要教给孩子，最重要的还是以身作则，因为啊，孝是每个人本性里面本有的啊。只要我们能真正做出来，自然孩子看了会非常感动，进而就会效法。好，那最后啊，也祝福啊所有的长辈啊，所有的兄弟姐妹啊，朋友们啊，家庭和乐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大家。